我来天气这么冷，你不要去吧，太冷。去，我要去。啊？我要去。等一下变晒了，你来别泳哦。我都是照自己想抓紧抓紧。抱起来了，不会晒到。快。我们下去找，下去找，缆车找在上面等。看一下，刚才去底下填了这么多，哇，草嘴不敢弄啊，不然今天发财了，明天叫个人过来看，哇，个头这么大，明天叫人过来帮我看草嘴，因为在底下不知道草嘴，可以哦，这先买也可以买个一两百，肯定没问题。我们盘石头去，现在盘石头，这上面比较少，是赶海的话会。外滩跟内滩，内滩的话，还会比较多。不过潮水退下去几乎一会儿，它不会退太久，所以得有人在后面帮忙看潮水。那个这一九哥在那边玩那个奇形怪状的螃蟹，那种只有草底才有的。哇，这个虾好多啊！这个季节这种红色的虾特别好吃，不过我们没办法抓，这也太小了，特别多。我现在其他不说就。多少点扇贝吧，不然等一下回去要被骂。看这里面有四甲红，我看到，哎，好了，往这里了。来吧，四甲红躲在哪里？九哥看到了，跑了。没办法，四甲红不管它，这种的捡一点回去，这种吃起来就当零食吃了。这尊回去给他煮了，直接当零食吃，特别好吃。四甲红往那边跑，太小了，我们不要。我刚才看到这一个，不知道有没有漏，不知道有没有漏，家人们看一下，来猜一下，我们猜一下有没有漏。嘿嘿，有漏，可以。哦，这个都可以啊，回去有的是了啊，来送来。哦，累死了，到家了，天都黑了，现在差不多七点。来来来，家人们，我们看一下中午，看今天是全藻厉害还是我厉害。来来来，我们比赛，你那些哦，你脚个的，我拿出来给你看一下，看今天我捡的，什么叫做螺？哇，刚才爬下去，然后这银九哥不敢跟下去。我等会，我还有钱呢。我看，要是比数练的话，你肯定多；要是捡比那个的话，你肯定输。你看，我都这多三个，这个是你最喜欢的啊、哦。我等下给他煮了。我还捡了一个海里螺，你有没有捡到？嗯，没有。你要吃吗？要吃，我晚上给你煮了。你也够累，肯定要吃。那我先弄出来。哇，看这些个头，哦，这叫做螺啊？什么叫做螺？这就是螺。哇、哦，个头可以，然后扇贝捡了好多，可以哦。那好了，抓紧，我给它处理，给拿去洗一下，我们晚上吃了算。啊，这腊螺就不要了，腊螺我们捡起来哦，留着拿去买吧，这也挺值钱的，已经好几只。哇、哦，终于煮好了，全藻都开始在试了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哇、哦，这个太给力了，这扇贝给力啊，漂亮啊，大个啊、哦，赶紧吃，好给力啊、哦！哇、哦，今天我让你们两个把这一盆吃完了，就当饭吃了，把海鲜当饭吃，体验一下。我们两个包。居然舍不得哇，去看这腊螺大个的，居然是说卖的挺值钱的，但是多少老婆也是多少也留一点，就煮了整整一大盆出来，太给力。那是不是也可以吃？
那个可以啊，那个挺好吃的，可以吃的。哇，看他们吃的多鲜，这样我也满足了。那好了，家人们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拜拜。